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教的呢是卡车司机节。首先呢，你会需要先把绳子的一端固定在你的固定点上，接下来拿出你的小手，把我们的绳子扭扭扭扭扭，然后呢把它稍微推进一点点。接下来我们的手伸进去，抓出一点点绳子出来，这边我们就有一个洞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绳子的尾端从这个洞里面穿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收紧的动作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漂亮的卡车司机结。那在得到漂亮的卡车司机结之后呢，我们会需要用到单结来进行一个收尾，用单结来进行一个收尾，那你就会得到一个漂亮的卡车司机结。